2022年底，透过政府统计数据与民意调查结果，花莲获得媒体评选为全国幸福城市之冠。在坐拥山海美好自然的先天优势下，为花莲创造永续与宜居的乐活环境，更是县长徐正卫多年来带领团队施政的努力方向。县府在最近这几年，我们推动这个有关于共融公园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在几个公园里面呢，做了一些游戏场，这些游戏场呢，像我们包含了这个中山公园的游戏场，然后东大门公园的游戏场，以及这个我们七角川西七角川公园，还有我们这个太平洋公园，我们在玉里也有打造一座这个正明广场的游戏场。那我就举例以这个东大门夜市的这个游戏场来说，那因为我们这个东大门夜市的这个共融公园的游戏场，它是在东大门夜市的这个南边，就是东南侧。那东南侧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呢，在过去呢，它是一个山坡，一个小山坡。那去的人呢比较少，大家大部分呢都是在夜市，比较靠近北边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对于整个夜市来讲，还有整个这个阳光电城的这个周边区域来讲，它是属于比较暗的一个死角。那所以我们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地形上的一个特殊性，我们把这个小山坡，小的这个坡度，利用它的坡度的高差，做了一些像溜滑梯特色的溜滑梯啊，或者是一些攀爬的，具有一些攀爬比较有挑战性的这样的一个设施。那当然我们也有放一些就是比较适合低年龄层的，更小的小朋友玩的这个小的游具。那这个区域呢，它把整个东大门夜市的人潮呢吸引过来，所以说不会让整个东大门夜市只是人潮偏于北边，那在比较靠近南边，尤其是这个我们在旁边的日出大道的三角公园也完成之后，它整个区域，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开放空间，这个是我们在当初规划东大门游戏场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构想。那另外呢，就是比较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太平洋共融公园的部分。那其实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太平洋南北滨公园，我们过去花了很多的这个经费跟时间去做了整个相关的整理。那它呢，它的特色就是它在海边，它是一个看海很棒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南滨，太平洋公园的海侧呢，我们就规划了一个共融公园的游戏场。那这个共融公园的游戏场呢，其实我们在规划之初，我们其实就有跟这个相关的民众，我们开了好几次的工作坊。那我们甚至有这个在我们太平洋公园的这个海洋剧场里面呢，举行一些工作坊的参与活动，让民众把他想要的这些游具，那想要的游戏场长什么样子，给我们很多意见。那当然这个意见很多都是天马行空，那不过呢，我们还是有采用民众 的这个看法跟建议，我们把这个游戏场规划出来。那整个游戏场呢， 它的主轴在于海边，它是滨海的一个公园，所以说它的游戏的游具呢，那我们做了好几个就是海盗船，还有船型的这样的一个游具。那另外呢，我们做了一个很大型的这样的一个冒险的攀爬的这样的一个游具。那在比较靠近北边呢，我们有一个这个滑索，就是现在目前就是很多这个要玩滑索都要经过排队，就是这个滑索这个游具。那整个游戏场的规划呢，我们除了游具以外，那我们还有针对周边的这样的一个动线上面的这样的无障碍的部分有去做一些调整，希望就是来到这个公园里面的这样子的小朋友或者是家长或是一些我们的民众呢，能够在比较友善的环境底下来到公园。另外呢，我们还有做了三个就是适合这个行动不便者可以来使用的这样的游具，包含这个轮椅族他也可以去玩的这个荡秋千，还有一个转盘，这个都是我们在整个公园里面有考虑到行动不便者可以来使用的，这个主要就是我们在整个太平洋公园这个游戏场的一个特色。其实我们在整个推动共融公园
我们这个共融式的游戏场里面遭遇到最大的挑战，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台湾这几年各县市都在推动这个公园的建设。那其实公园呢，它有分两种，一个叫做特色公园，一个是所谓共融式的公园。那特色公园它强调的是这个公园里面它的相关的设施游具它是具有特色的，那甚至是有一些是由民众大家互相讨论去把这个游具的造型还有去整个周边规划出来的。那共融式的游具呢，它特别是强调所有年龄层都可以使用，甚至连行动不便者或者是身心障碍的朋友都可以来使用，那老年人、小朋友等等的。那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呢，一方面要注意到共融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另外一方面呢，又要能够考虑到它具有特色，不然我们的公园的游具都是传统式的罐头式游具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没有特色的，那会让大家觉得这个很乏味。那所以说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召开了这个工作坊的方式，我们听听民众的建议。那有一些民众呢，他们去过很多地方，去过很多外县市还有国外的这个公园，那他们也提供了很多的建议。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以地方政府还有我们公务人员的角色来讲，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我们必须要去把这些相关的意见还有去分析这些所谓的特色、所谓的共融它的概念要真正能够落实到现场，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呢，我特别要讲的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游具的规范相较于这个其他国家来说其实是比较严格的。那所以我们在整个游具的设置，虽然我们想要设置特色的游具，可是设置出来你必须要经过相关游具的检验的认证，这个认证有时候不会过，在台湾来讲，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必须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能够先确定这些设计的东西，即使是你有造型、你有特色，可是你还必须要去考虑到这个相关未来会不会经过认证通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考虑，所以说这个部分可能在未来推动这个相关的特色公园的这个部分是应该是特别需要注意的。那我们这个相关设置的游具在我们的游戏场里面，其实就是刚有提到这台湾的这个游具认证比较严格，所以其实我们特别有留意这一块。那当然我们所设置的所有的游具都是有经过相关认证通过的。那这个相关的认证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它必须在你完成游具的时候他来看，看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游具设施，他要做一些检测。那这个整个游戏场里面包含我们这个地面的这个铺面层它是有没有具有这个防撞缓冲的，这样比如说它是要软垫式的或者是要沙坑式的，那不能太硬，那这个都是他考虑的一个重点。所以说这个游具的认证虽然比较花时间，但是我们还是有这个将这个游具经过检验，然后甚至有一些要做改善我们都完成之后，那经过认证通过，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完成的由县府来施作的这些游戏场，我们都是有经过游具都有经过认证通过的。我们在推动这个游具共融公园还有这个公园绿地的空间，其实是整个县政府很重要的一个政策。那么在整个既有已开辟的公园，包含刚才有提到的太平洋公园或者是中山公园，那玉里的正明广场公园的一些游戏场的设置，那在这些已开辟的游戏场的部分我们要继续再优化。那在有一些空间它是闲置的，那特别提到像之前中山公园它这个区域它也是一个闲置已久的空间，我们将它整个活化起来变成一个游戏场。那在已开辟的公园我们还要再持续推动这个相关的共融式的游具或者是特色式的游具的游戏场。那另外呢还有很多是未开辟的这个公园绿地，在都市计划里面它规划的这样的一个公园绿地，可是目前都还没有开辟完成，也是我们未来要积极去
将这些已规划但是未开辟的公园把它开辟完成的。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个共融式的这个概念还有公园的这样 整理这个作为这个具有特色的游戏场这样的一个概念推广到各乡镇。那不是只有县政府在推动，希望各乡镇呢也能够秉持这样子的理念跟县府一起合作。那我们会去协助他们，希望每一个乡镇呢都可以把这个闲置的空间或是公园绿地做一些改造，让整个环境还有整个空间能够变得更完善，变得更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来使用。花莲的山海虽然近在咫尺，分布在社区的公园与绿地，始终是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场域。为了打造宜居城市，县长徐正伟上任以来，除了积极改善清水河岸景观，并陆续优化县内的亲子休憩场域，其中符合潮流并尊重人权的共融公园建设，县政府争取上亿元经费规划设置的九座已经逐步完工启用，照顾不同年龄层与各种需求的居民使用。徐县长强调，游戏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表达力跟自由感，并可促进情绪、认知和运动的改善。而每个人都应拥有游戏的权利，不受任何侵害与剥夺，这是一座宜居城市的基本要素。秉持增加居民生活福祉的前提，花莲县政府将在全县持续打造符合在地需求的共融公园，不仅要达到无障碍的标准，更将是提供所有人的游乐环境，让孩子好好的玩，并且好好长大，成为花莲持续不断的骄傲。